ตรวจทราบการบินไทย TG603 เดินทางไปกรุงเทพมันจะออกที่ประตู42เมื่อ20:38 น.依家系佛历2557年11月8日礼拜六，中原时间晏昼2:30，即系京都时间晏昼1:30。吊佢老母臭花气！香港依家冻到扑街，德国摄氏20度，仲落埋雨。我 Bosco 细个拉我个细佬 Abraham 亚巴喊，本来想净系着住条橙色三角裤嚟游行。依家好冷冻，想搵条有晒豆富婆嚟揽住。由香港大学带头，香港啲大学几乎全部晒冷死出嚟撑嗰班基佬屎忽鬼豆富婆。老牌大学好似中文大学啦、科技大学都有嚟，公开大学就唔见铺头。唔通叶依然经俾班屎忽鬼通渠嗰季，唔该佢悭啲死啦。呢树叫做天马公园，向正香港政府总部隔离，即系等于我哋曼谷大京都嘅。啦 ，Nobelrad， 王，杜斯，王家田 ，Royal Plaza， 举目远望，仲有香港理工大学、香港城市大学、香港浸会大学、香港岭南大学啦，埋树人大学，国民党嘅珠海学院就唔多觉眼。呢树摆咗好捻多档口嚟卖嘢，派果汁、棉花糖俾我哋呀，又有花旗银行卖红酒、白酒，卖洗头水、避孕套、吊屎忽用嘅润滑剂，十足十衬去。又有基佬网站请咗班靓仔扮成天使咁样嚟电班观众，吊那声唔系冻到扑街。我 Abraham 亚巴喊都摸清拉你班烂坦斗过，睇下边个好身材啲啊嗱。Abraham 亚巴喊细佬，算香港人无福消受啦，我哋留翻到京都自摸清，俾班泰国后婆享用吧啦。最后送俾观众听呢次游行嘅粤语主题曲《同步爱》。敢爱便爱，同天空可以望见无限色彩，同呼吸拥抱着盼望，因有天你在。携手大声宣告，来今天感觉被爱，来牵手跨过未来愿望障碍，来一起走到在街上，不再感意外。来吧，唤醒一切是爱。